我觉得是弘扬文化吧。河南卫视真正做到了传承、弘扬和创新。如果没有特别的工作，那肯定要回家跟家人团聚啊。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舞剧《五星出东方》的选段《锦绣》，个人也是出演了这部舞剧，看到它出现在河南卫视里，我也非常的开心和激动。最美的邂逅往往是发生在那一刹那间，不需要什么语言，而是四目相对，怦然心动的感觉吧。这种无声而有力又持久的感觉，足够我们铭记一生一世。赚一千万，希望大家发大财，开开心心，好好生活，好好爱自己，好好爱家人。